真的好想看柴犬娜娜按铃呢。哎呀！但我想看到他按钮。哦，有机会了。但是如果这最后一题的最后一个机会落到这儿来，他还是答错，你一定要放娜娜去咬他。可惜他不会咬人。哦，他可以赏巴掌。给他一点教训，对吧？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《全民新攻略》。